有情况，啊！散开！你是查找那笔遗失军饷的特遣队的长官吧？鄙人是国军特遣队队长严少杰，请问阁下是干什么的？我叫周大川，我们是青山支队的。你们是共产党？我们上级领导得知贵军已经欠饷数月，特派我们协助你们找到遗失的军饷，并且保护这笔巨额军饷不要落到日寇的手里。不过你们也看到了，日寇也得到了这笔军饷失踪的情报。哼，你们共产党哪有那么好心呢？你们是趁人之危抢我们的军饷？你血口喷人，难道不是吗？你不许动！不许动！走，咱们走。一群土包子，不过刚才倒是他们救了咱们。哼，那算什么？队长，这些国民党也太不知好歹了，简直是忘恩负义啊。队长，应该给他们点厉害看。就是，教训教训他们。不行，怎么？领导上派咱们来，不是让咱们打内战的，而是让咱们协助他们找到军饷，坚决不能落到日本鬼子手里。队长，太欺负人了。咱们都是共产党员，一定要完成好上级领导交给咱们的这次特殊任务。别忘了，咱们散开，快走！啊！
凤姑。你是大川哥。我是大川呐。你真的是大川哥。啊。凤姑。两年了。没想到。我们在这儿见面了。大川兄弟啊，烟花匠钻天猴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让日本鬼子给逼的。打你走后，我们就跟着凤姑逃到这深山老林来了。哦，沙虎哥，过来认认人吧。他就是我常念叨的周大哥。他姓赵，叫山虎，是二头领。别理他，他就这副德行。哎嘿，不用管了，看你干啥？打不开，这是拿来吧，拿过来。来来来，烦人点啊！哎，就是唱这歌唱的，来来，干净，快一点！谁真是这倒霉，都是这个白唱女给爷们我带来的晦气。你能不能有点喜庆点的曲子啊？是啊，老是这揪人心的调子。哎，我阿狗就喜欢听这调。去你的吧！老天爷开眼，咱们要发大财了。以后的喜庆日子多着呢，再想听这调还不容易呢啊！他把小子调了。我这性子，给去。这是上校，你看，这是银元，这么多银元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抢我们的银子？哼！怎么打人呢？你怎么打人呢？你干嘛？你说，这些银元你们从哪儿弄来的？你什么事儿？老天爷赏的，你管得着吗？不是，太管我们这事。我正管得着。告诉你们，这是国军的军饷，拿国军的军饷是要砍头的。啊，吓唬人啊！你凭什么说是你们的？这都是我的，是我赢的，弟兄们快拿呀。坐下，不许动。老老实实的说，这些银元从哪儿弄来的？你们这些国民党把我们欺负到这深山老林还不算，现在又来抢我们的银元，弟兄们打呀。如果所料不错，这些银元就是军饷遗漏的。银元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。这军饷就藏在深山老林里。大川哥，两年。是啊，两年了。大川哥，你可一定要回来呀。凤姑，我走了，等着我。大川哥，大川哥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两年你变化真不小。刚才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差点认不出来了，你可真像是像个要人命的阎王或是小鬼吧。嗨，这年头不这么干怎么活？像我一个女人家，不凶点狠点那更是。当年为了不受国民党欺负，你领着村里人拿起了枪，当时我还为你担过心，
劝过你，可你做得对，为了咱穷人能活下去，就得拿起枪来跟他们干。可我还是没有办法保住村子。你走了以后，我在村子待不下去了，我们就和钻天猴大哥一块儿跑到这大山里。后来日本鬼子打进来了，赵珊瑚和杏子姐妹他们是从外地逃难来的。就这样，我们齐活拿起了枪，让我领着他们干。可我凤姑，我让你吃苦了。大川哥，现在你回来就好了，你就领头干吧。让我当山大王。嗯，凤姑，这几年我在外面懂得了不少道理，以后再慢慢跟你说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就是为这些银元来的，只要你们说出来银元在什么位置，我立刻就放了你们。听清楚了，我严少杰说话是算数的。说话呀。嗯，妈呀！哎呀，好悬呐！这下你们该想起来银元在什么位置了吧？快说！哎，你说。我不知道，你放开我，放开你的姐姐！不说，姐姐，你放开人家，姐姐，姐姐，放开他，姐姐，放开他，放不放？你要是不放，姐姐，我就开枪了！开枪！姐姐，好了，姐姐，姐姐，说，混蛋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冲你人小孩耍什么威风？有本事朝爷们来！好吧，我就先宰了你。你别神气，等凤姑、珊瑚大哥他们回来，让你哭着喊爷爷。是吗？好啊，来，去找什么凤姑、珊瑚来，我倒要看看，看你们有什么人，有什么本事。令子，好了，该休息了。哼，上校，别生气呀。咱们抓了那些刁民，什么凤姑、珊瑚的，准来救他们。到那个时候，把他们全抓起来，还怕他们不说出银元是从哪儿来的？凤姑，大头领，怎么了？你快回去看看吧，咱们村来了一伙国民党的大兵，啊，抢了咱们的银元，还抓了好多的人。大头领，你快回去吧，二头领已经带着几个兄弟先回村了，快点吧。大川哥，我去去就来，走。哎，那走，快点，快走。快，哎，快，是这儿吗？就在这儿，我的银子就是在这儿被抢走的。快点，快，快！二头领，救山虎哥！救我们吧！山虎哥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山虎哥，山虎哥，谢二头领！哎，住手！不许动！哼，你们这帮刁民，还真敢来呀！不许动！谁动就打死谁！你们在妨碍我们执行公务，知道吗？只要你们说出银元藏在什么地方，我倒可以放了你们。这就老子饶命吧！快！兄弟，
这就是那个叫凤姑的来了吧？哼，这伙刁民总算是来了！报告声要，共军是那伙共产党来了，你们留下，其余的跟我走。是。 共产党的当了，这是他们惯用的声东击西、调虎离山。他妈的，我们回去，撤！走！凤姑，大枪哥，凤姑，先救人要紧。 跟我走，让那几个国民党龟孙的去戒阎王！战虎兄弟，不要打，快撤吧，管得着吗？战虎，大昌哥，你就领着我们打那几个混蛋吧。凤姑，不要打，人救下来就赶快带人撤吧。大昌哥，你怎么了？凤姑，抓住他们！老爷，老，快撤，快撤！ 去你妈的！凤姑，快带人撤吧！凤姑，快撤！ 你这是什么话？大川哥比你汉子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大川哥比你汉子。子弹取出来了。谢谢你，山虎兄弟。你少跟我来这套。 看在你刚才救了凤姑的份上，我才给你治伤的。咱俩两清了，你现在马上给我走。赵山虎，你说的不是人话，大川哥救了我，也救了你。哼，大川哥，你快躺下休息，别理他，他是心里着火，犯了邪症。 哼，山虎，大川哥，快躺下。你别往心里去，他就那个德行。可
可他呀，心还是挺好的。这次回来执行任务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你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可我看得出，珊瑚，他真心对你好，你就跟了他。你是不是变心了？凤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两年来，我心里无时不刻不在牵挂你。我是不愿意看到珊瑚难过。可我呢？你怎么不为我想想？这两年，虽然珊瑚很关照我，我心里明白。可我是你的人，早就铁了心，这一生一世都跟定了你。凤姑，别哭，别哭，都怪我不好，都怪我。快，快躺下。以后不许你瞎说，其实珊瑚真正喜欢的是杏子。快放开我，姐姐！求求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姐姐！放开我，姐姐！这放开我！哎呦，哎呦，去你的！孔妞，孔妞，快起来！摔疼了吗？孔妞，杏子，你放开我！杏子，走吧。杏子，这是干什么？杏子，我知道你喜欢二头领，可人家不喜欢你，你就应我吧啊！放手！哎哎哎呦哎呦！这位兄弟，人家不愿意。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姓周的，你别仗着凤姑管得太宽，我不是好惹的。你们是为了不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欺负才拿起枪合伙干的，怎么还不是土匪吧？姓周的，你别说得好听，我看你想篡位，想当我们的头领，告诉你没门儿。姓周的，我们二头领可不是好惹的，你等着瞧。这批军饷到底在哪里呢？我怀疑这批军饷是不是真的失踪了。不会的，我亲眼看见过电报，怎么会有假？这是军事机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无意中在军部看见的。不过想得到军饷，首先要消灭那几个共党，遵循蒋委员长的训诫，让外必先安内嘛。屁话，咱们又不是没干过，我们的人本来就不多，那几个共产党又跟山民们混在一起，往后的事情更难办了。哼，那就偷袭嘛，共产党不是惯于夜间游击吗？那咱们就利用他们的道道，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，蒙头转向。走，快点啊，快，嘿，走，站住，不许动，慢点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要你们滚蛋，少在这儿勾搭女人。哼，告诉你，姓周的，凤姑早晚是我们二头领的人。谁说的让周大哥走？谁说我是赵山虎的人？阿狗，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赵山虎，你有胆给他们撑腰，怎么没胆为他们说话呀？凤姑，我看这个姓周的也是个国民党。哼，大川哥要是国民党，那你赵山虎就是日本人了。告诉你，姓赵的，大川哥的爹娘当年就是被国民党害死的。那他怎么不让打国民党大兵呢？两年前，大川哥就领着村里人
拿枪和国民党干了。现在大川哥回来了，我正想叫他领着我们一块儿打国民党呢。什么？你要把咱这村子和人马都交给他姓周的？凤姑，你别傻了，他早已出去两年了，已经是外人了。不对，大川哥就是再离开两年二十年，他的心也是这山里的一块金子。凤姑，快点撤吧！大川哥，你就领着我们打吧。凤姑，快，快点，快撤出村子！什么？你？我什么都不管了。凤姑，凤姑！哎！快撤！快撤！走！撤，山虎，快撤！撤，撤，撤，快走！哎，拿！快撤，快撤，快撤！哎呀，追！算了，别追了。他娘的！先生，好，哎，跟上，跟上啊！马上就到了，马上就到了啊！您先喝口水。伤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好好养着啊！哎，哦，周队长回来了。哦，张大爷，您快坐下歇着吧。哎，队长回来了。哎，把这柴火来。回来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孙子，生火呢？哎，这什么国民党啊？把他挤在这睡着了。哎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？哎，慢着。哎，姓周的，哼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打国民党？为了你们捡到的那些银元，那些银元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那是一笔抗日的巨额军饷。军饷？什么？军饷？我那位爱国同胞和侨胞援助筹集到的，没想到在运输途中失踪了，所以国民党派出了好几支特遣队沿水路陆路寻找。日本人也知道了这个情报，也派出了几支特遣队来寻找军饷。你们捡到的那些银元，很可能就是军饷遗散的。姓周的，你说这些跟我们打国民党有什么关系？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跑到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，国难当头，所有的中国人就该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。要是咱们互相打起来，那不等于帮着日本鬼子侵占咱们中国吗？姓周的，你说的好听，我们不是什么党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山虎兄弟，你确实不是杀党的人，可你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呢。国民党特遣队是打了咱的人，占了咱的村子，可是为了让他们去寻找军饷，去打日本鬼子，咱先原谅他们行吗？日本特遣队的人多，武器好，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才能打败日本鬼子啊！二头领，大川兄弟说的有道理啊！啥理啊？姓周的是为了钱回来的，哼，还勾搭女人，呸！赵山虎，你让嫉妒蒙住了眼睛，你听不进去道理，你不是条汉子。哼，凤姑。你别让那姓周的鬼迷了心窍，他是为了钱才回来的，不是为了你。你闭嘴，赵山虎，你说啥也是白费心思，你少嚷嚷，你要是再闭不上眼，你走好了。你我们走走走走走走，山虎，山虎兄弟，快走。山虎兄弟，别理他，没他呀，咱们照样找军饷。
杏子姑娘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周大哥，珊瑚哥得罪了您，我求您，求您原谅他，求您跟大头领讲讲情，千万别赶珊瑚哥走。我知道珊瑚哥的心里早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，要是您真赶他走，让他到哪儿去落脚？我求您了。杏子姑娘，杏子姑娘，我答应你。谢谢您。站住！姓周的，敢不敢跟我们走一趟啊？请吧。走，走走走啊！走啊！哎，走，来了，来了，哎，看有热闹了啊！哎，站在这儿。二头领，人来了。姓周的，他们都说你是条汉子。那好，今天你我就来个了断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姓周的，你要是打怕了我，凤姑就是你的女人。我赵山虎立刻回老家。要是我打怕了你，你小子马上给我滚出这山林。哎呦，你要是我不你，你不怕，那你就从老子这儿爬过去。你姓周的，你等什么呀？等女人？可惜这里没有女人来给你撑腰说话，你等着吃屎吧。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哼，姓周的，女人来了，你就放胆过来吧，过来吧。你还等什么？你看眼睛了，要下雨了。
你打怕了他，还有我呢。风姑，你真是看着姓周的这几年在外面混得不错，想高攀吗？起来，跟我打。风姑，这些年来，我赵山虎一个大男人，心甘情愿的在你手下，对你哪点不顺，哪点不好，你难道就一点不念这些吗？啊！你不动手脚，那就动这家伙。凤姑，你不能啊！战虎，你快抄家伙！你要是不敢抄家伙，哼，那你就滚，滚到我一辈子也不想见到你的地方去。好，我走。我这就走。我啥都不朝你要，我只求带我的弟兄们走。这些年来鞍前马后的扶持你，就算尽了一场缘分。凤姑，头领，我们走。大狗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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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走走啊，走走。山虎兄弟，你先别走，咱们，姓周的，我这就带着弟兄们去鬼愁河找军饷，不让日本人国民党得到。你姓周的也别想。山虎哥，山虎哥，等等我！山虎哥，等等我！山虎哥，走，哎，怎么背下去啊？山虎哥，哎呀，等等我！嗯，哎哎。走吧，走吧，快点！山虎哥，等等我。二头领，带上他吧。来，走。哎，这，山虎哥，带上我吧。啊，二头领。凤姑让姓周的勾走了，咱们带上他吧，省得也让姓周的勾走啊。你小子再说这种屁话，老子就拧断你的脖子。山虎哥，你给我走。山虎哥，带上我吧。我赵山虎没本事，什么都输光了，我不需要人家的同情，你跟他们走吧，日后别再指望我管你。凤姑，凤姑，你听我说，为了军饷，为了消灭日本特遣队，咱们再也不能分散力量，可不能再让山虎离开。别说了，你要再提赵山虎，我立刻带人回村子去。凤姑，凤姑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？我怎么想？我苦苦等了你两年，可等回来的好像不是两年前的大川哥。你为了找军饷，
为了打日本特遣队，你让着国民党，让出了村子，我都没啥可说的。可你不该为了赵山虎，让出了我们俩的那份情谊。凤姑，你的情，你的意，我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，它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，谁也拿不走，拔不掉。可目前为了打日本，为了寻找军饷，我们就要用民族的情，民族的义，去团结大家，共同来抗日啊！所以，我才让着山虎的。凤姑，难道你真的不理解我吗？凤姑。兄弟，大川兄弟，大川兄弟，不好了，你们见到杏子了吗？没有啊。哎呀，杏子不见了。姐姐，我去看看啊。孩子，别哭啊，我去找姐姐啊。姐姐。是个有情义的女人，是个好姑娘。周大哥，杏子，周大哥，凤姑，没事。姐姐，姐姐。你听我说，你走，你们都走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们。凤姑，凤姑，姐姐，姐姐你怎么了？姐姐，姐姐你怎么了？杏子，大哥，都怪我不好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快起来。刚才的事儿不怪你，不，都怪我不好。不，不怪你，真的不怪你。Thank you.
怎么没准打了？日本人走了，你们再接着打。打到这儿，一个中国人也没有。倒是打呀！你们不打，我打！哎，你报告队长，日本特遣队朝鬼畜河犯下去了。 听到了吧？日本鬼子可没有放过我们。我们有什么，
他们也都知道了。我们要不互相打打杀杀的，会这样吗？我现在就去鬼愁河找军饷，找山虎，去打日本鬼子。你们要都是中国人，就跟我走。哼，走。是是。山虎哥，你给老子滚！一别后，我这次来，你就别再想赶我走。山虎哥，你就带上我吧，就像我从家乡跟你上千里路那样，好吗？拿去，这是我在山外镇子上给你扯的，一直也没空给你。山虎哥，星子，别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先在这歇一歇。我看呢，明天你还是回去吧。啊，哎！
赵山湖就剩这些人了，村里也没人了，都是日本人干的，我们自己还要打吗？看来日军特遣队是分成几股在找军饷，被咱们消灭的只是其中的一股，咱们一定得抢在日本人的前面。严上校，恕我冒昧地问一句，你的那位边少校哪儿去了？从前一仗起就一直没见到他，也许为国捐躯了。我们寻找过，没有他的尸体，希望能够引起你的注意。我看明天我们也分出一拨人，想法渡过鬼仇河。这怎么能是他？快放下！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他自个儿想的，我要是早会打枪，孔娘不就死不了了？阿狗，这怎么办呀？阿狗，阿狗，阿狗，上校，严上校，你到哪儿去了？自那一仗打散后，我到处找你们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你们，上校。阿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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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刚才谁呀？我打死你这个混蛋！阿狗，你拿的什么？不是我，啊？哎，金条，金条，我发财了！明天一早我们就沿着鬼仇河往上寻找，发现了金条就快找到金饷了，我们得想办法干掉那个姓周的。上校，军饷无论如何不能落到共产党的手里，现在那些人全被姓周的指挥了，如果找到军饷，那还有咱们的份儿啊。不，他们不会，周大川是真的帮咱们找军饷。你好天真，亏你还是党国的精英，一切你别管了，由我来安排。放开我，快把我放下来！周大川，周大川，你中了二头领的过山套了！赵山虎，想不到你被人利用，使出这种下贱范儿来！谁下贱？谁被人利用了？那位边灵子呢？是他让你这么干的吧？你真是被嫉妒蒙住了眼睛，分不清好坏！哼，你管不着，你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的处境吧。赵山虎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其实你心里喜欢的是杏子。那天我挨你的揍不还手，不是我怕你，更不是想把凤姑让给你，是杏子让我对你手下留情的。我为了咱们能一起去找军饷，去打日本鬼子，我才一忍再忍，你明白吗？赵山虎，如果那天你真的把我打趴下了，你就能得到凤姑吗？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我和凤姑的情谊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夺了去。不许动！赵山虎，这两年我错看了你，你不值得我信赖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阿狗，
快把大成哥放下来。是大头领，快。哎，快点。快。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快点。有情况，快隐蔽。咱们中埋伏了，快冲出去。好，走走。日本人对咱们的计划和行动路线怎么那么清楚呢？一定有人给日本人通风报信。是谁呢？严上校。嗯。你的那位少校谍报官呢？大川哥。嗯。你是说那个姓边的女人？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麦斯密，你看，看见了。周队长。这是军饷箱子上的封条，是吗？大家快来看啊！快看！
想一定就在里面。是的。那个边灵子又一次失踪，可能日本特遣队就要到了，不是他们死，就是我们亡，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。对，拼了，拼了。严上校，我们即将开始和日本特遣队决一死战，我看你就不要参加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们最终总得有人见到这批军饷，我希望你能带着军饷回去。周队长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
次我让你们尝尝钻天猴连环地雷阵的滋味。兄弟，哟，还真来了。来得好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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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得好，这次我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嘿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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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许动！你这个汉奸，亏你还是个中国人，给日本人做走狗！我不是中国人，我叫渡边绫子。没想到吧？我是一个日本特工，我已经知道军饷在什么地方。你们放了我，我就放了他。你们开枪，快开枪啊，打死他！等什么？你们等什么？